Happy birthd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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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 birthday.送给大家，跟大家一起快乐 ACE。Yeah! Oh! 好，好，谢谢。但是我们有规矩，就是下一个上日的人负责去切到底的。哦、oh, ，OK， 那是我咯，你有说法哦，是你、啊，那就你啊，那我了，好，很快、啊，哦，很快就切到底，对，好，切到底，哦，对对对，好。好，那剩下的也是我来签吗？对，就是你切到底去分啊。他只想让你负责分蛋糕，就是想让我来干活的，你就直说好了。只想让你分蛋糕。对啊，这个什么时候买的？就绿茶嘛，有点苦，有点酸，酸是不是不正常？我怎么前天买的？当然了，真的前天买的吗？怕你不是。那除了蛋糕，这个车上也有一些啊，就是你们的礼物啊。嗯，谢谢。我可以去猜吗？过生日可以啊，你猜一下。那我猜谁是谁的？你先选一个吧，最大的。好，先看最大的是吧？好，来，我来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哇哇！谢谢电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万福过年。是迷电吗？那可以准备两节电池吧，五号电池。有没有小起子啊？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其实我都猜到了这个礼物、那么喜欢在家里面去拿一个玩具拿来送给人的、经过刚才的经验的时候就肯定是他。好，有继续了。好，继续了。他先猜。他先猜，有我继续。这一看怎么没有诚意的，就谢谢你。真的吗？我知道他的理解是什么。我最近呢，就是在天津里面，就是躲在那个场馆里面，我就出不去，所以我只能在飞机场里面去买到这个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好了，你按一下，看看按键有什么。这个打你一拳，使劲。还看你啊？他还叫我哎、欸。要不要拿我？再按，继续。这是魏群录的，还有和声，还有和声哎。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哇、哦！哦哦哦、谁的呼噜啊？我的呼噜。因为这段呼噜是我找的那个宿舍真实他们录的。是你的呼噜？我的呼噜。因为他有一次 Kenny 说、哦、我现在犹豫的事情、哦、我到底要不要换床。他的我的没有，我的是 Groove， 对，他的频率的我听过，他的是雷吧。他说录了他们两个，哎，我们刚才在聊，没有你的呼噜我现在都睡不着了、哦、然后我哎呀，还有心事啊，好感动啊。唯一的画面、这个、然后还有呢，还继续按。 Kenny Happy birthday。Happy birthday! Hey Kenny, Happy birthday!、Oh, 然后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就是这个玩具，它虽然是很旧，但是它有十几年了，它非常有意义，因为从来玩这个就是八四光年的人从来没有这么改过，这是第一次。对，然后我专门特意的去找人改的，所以你每次你一按键就会有我的声音。太有戏了，谢谢。太有戏了，谢谢。你学到了吗？我学到了。好，那我继续了。嗯，我先猜这个吧。这三个周什么福，这分量好重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录一个感觉会送什么、这个？哎，我有那么老派吗？哇，这龙年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貔貅，就貔貅哎，就貔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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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貔貅是什么？招财的，招财，只进不出、嗯。哦，那我戴哪个手啊？你应该这个吧。哦，那这个颜色好像也很配。哎呀，配套了。哎呀、哦，哎呀，漂亮。哇哇哇！这个哇，哎呦，两个都好有充电线啊，两个都好好 man 的感觉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喜欢。国粹，国粹，国粹。我喜欢国粹。我猜这个是你送的，因为这个是陆一哥送的。哦，对不对啊？
这两样东西呢是我们送，但是你正好高反了。不够了解。就是是陆一哥买的。我每次拍我们约起来网都要拿过来去打这个。谢谢陆一哥。谢谢。